我会邀请现场的观众来配合我做这个表演。首先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有情侣的请举手，这边有，这边有，这边，好，这边，这边两位，好，大家掌声鼓励的两位，谢谢。我这里有一个水果刀，还有一个苹果，非常简单。在家里呢，一般水果刀削苹果，削苹果皮。那今天我要教大家一个生活小窍门。有没有发现？哇，这是你变的第一个魔术吗？这样削苹果很好。这样的话，苹果和苹果核就完全的分离开了。好，很简单，可以检查，可以看一下，苹果，水果刀，苹果核，要不要试试看？帮我拿一下可以吗？对对对，没关系。另外我发现，我注意到您的手上有一枚戒指，可以借我看一下吗？戒指，这枚戒指是您送给他的，是你们彼此爱情的信，彼此爱情的信物，戒指。可以看到在苹果里面，好，苹果核，戒指 不会丢吧？丢了赔不？所以我可以告诉你，能上来当魔术师的配演不是那么容易的。OK， 好。后悔了吗？有点。苹果里，我刚才做了的一系列的事情。我相信现场很多的观众，包括你，应该也没有看懂我要做什么事情，对吗？没有看懂，很简单，需要你，对，坐在上面。坐在上面。您可以帮我端着它吗？OK， 非常好。我刚说过，现场很多观众没有看懂目前我在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小尼，跟我来。大家可以发现，在舞台的左侧，我提前放置了一个十字弓弩靶心，靶子，非常标准十字弓弩靶心，可以看到。而在舞台的右侧，思思，你跟我来，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一枚十字弓弩，并且有一把。弓箭，可以检查一下。弓箭，可以，真的没有任何问题。接下来我要简单的讲一下我要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简单，听起来，我用这一把弓弩的弓箭，叫丘比特爱神之箭，穿过这对情侣头上的苹果。并且穿过他们爱情的信物那枚戒指，击中对方对面的那个幸福的彼岸的靶心。听起来是不是完不可能？我的天，那个你们后悔上来吗？哎，你会保证我们两位观众朋友的安全对吗？这怎么能保证？我刚刚我跟你讲这个表演，我试验了大概90多次。成功有多少次？一次都没有啊。对，但我相信今天在现场，在我要上春晚的舞台，两位的爱情和这个舞台一定会是我的福地。两位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小伙子，手快举不住了。你爱他吗？没关系，你可以把那个靶心顶在他的头上面。姑娘，你有什么话要说？轻一点。我有点害怕，有点害怕，有点害怕。他那是弓弩，他直接给你，万一打偏点，真的是尖的。试试，请把苹果往后来一点，往后来一点，谢谢，往后再往低一点，再往后来一点。可举稳了，小伙子。好，对，对不起，又打断一下。我们剧组有给人家两位观众买保险吗？我说的是真的，你随意的就挑了两个人上来做这么危险的一个表演。现在已经，不是现在已经，他们可以退出的。你这个已经不像是魔术了，你这有点像杂技或者是什么特殊表演那种，
就是如果观众有生命危险的话，我们剧组是要负责的。我相信我自己的能力。你相信？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呢？问一下我们观众的真实想法吧。对，你们的意愿是怎样的？你的意愿是怎么样的？你们愿意配合他完成这项挑战吗？咱们给他们点鼓励吧。愿意。评审提出了质疑，这不像是魔术，更像是杂技。七妹说的是对的，这个是要买保险，但是我告诉观众，魔术都是假的，你一定要想肯定过去。杂技魔术两点，第一，其实魔术师手要快，观众眼要快，是吧？但是你想他肯定能过去。但是玉哥哥，魔术也有失误的时候。对，万一真的世界魔坛上就有失误的。那个你知道那个拿那个刀巨人，那不真的就把人给斩两半了吗？在一次失误上面，很有名的一个。而且我们国家的这个魔术师在自己排练新的节目的时候也出现重大的失误，就是那一下把自己我有一个建议啊，我们给观众没有买保险，但是五位评审我们都是买过保险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把观众换成评审，来，愿意的举一下手。那个，我据我所知，五位评审谁都没有买保险，两位主持人是买了保险的。我没有。这属于自相残杀。我觉得是这样，各位评审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些困惑，他们的质疑。但是，既然我们的魔术师魔术先生来到了我要上春晚的舞台上，他是我们所有人当中唯一一个专业的魔术师，所以我们要把一份尊重给他，我们给他一份信任，给他点掌声，好吗？好，谢谢。请这位观众，请你把苹果再往后来一点，谢谢。对，好，再举高一点点，举高一点点，谢谢，举高一点点，好，三二，啊，二一。完全被打两半，并且在舞台的左方，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把剑把和一枚剑，稳稳地插在靶心的位置。是那枚戒指吗？你看看是不是你的戒指吗？手酸的不行。那一下你们感受到了吗？感受到声音了，听到那个苹果碎了的声音。接下来，哎，还有，对，我的任务完成了。我想接下来就是丘比特之箭。哇，象征着爱情。这时候就不应该是这个音乐啊，应该是。谢谢你，谢谢，我要和咱们两位观众一个拥抱，真的谢谢。谢谢。